大家，我系死佬，死佬今日又嚟打机机啦。今日我哋继续玩翻《雾雨飘散之心》嘅第三回啦。咁上回就讲到，我哋终于都可以入住呢个之前爷爷喺度住嘅地方。我要搜寻翻更加多嘅资料，希望可以揾到啲神秘嘅嘢。我相信，因为虽然佢一直都话系心境平静咗就会离开啦，咁但我相信佢唔会啦。咁而家出边落紧雨，好嘈啊！嗰啲雨声，咦？点解呢个学生妹仲喺度咧？啊，大姐姐，咦？有咁多选项啦，咁我哋逐个睇下先。最近好吗？冇咩嘅，普普通通啦。大姐姐都系啊，每日生活喺呢度过得好吗？嗯，我好好啊。啊，确实有呢种感觉嘅。大姐姐唔好太呢、這个。啊、有啲事冇嘢啦，都系呢、這个世界有啲嘢唔发觉会比较好啊。人佢隐喻咗啲乜嘢咧？你喺度做紧啲乜嘢？系咯，你点解成日喺度？你好得闲咩？你咪学生嚟咁，冇咩特别啊。偶然读下中意嘅书咯，或者瞓下觉咯。你中意呢度？呢度都安静嘅，学校啲讨人厌嘅小孩又唔会接近呢一度，可以令到人哋个心平静落嚟。想不到你咁毒舌嘅嘴脸会鍾意呢个咁嘅资料馆，有关望月景观，即係嗰个差人。呢个人都几多管闲事嘅，又漫不经心，虽然亲切呀，但係好似性好似比较大条，即係唔係好理得人咁样囉。咁係咪真係唔係好鍾意呀？点样讲呢，又唔係好专长应付呢啲咁嘅人囉。佢本来就唔係村里面嘅人，好难意气相投嘅。怎样讲呢，他又不懂得看人的眼耳口鼻，不是看人的表情，是因为到了中年太叔的年纪。是这样吗？从个中身来看 望月景观是中年太叔。之前在警车里面都没什么的，现在啰嗦过了，真的。他看来他对有点介怀，但又好像想接近，因为我发觉他觉得他亲切的，其实都关于这个人，关于管理员，好像黑色的电灯柱，阴沉，太认真，行得很快，还有一些奇怪的人，大概就从以前就住在这里，好像是从以前已经不讲话了，我记得确实是跟姐姐差不多年纪的。本来村子里面的人就不是很想靠近这个资料馆的了，有了这样的管理员反而更加令到人家不想靠近。确实虽然说是仿造刀，但他都拎着真的有些。讲回转头，我一直都认为这个管理员和这一家人有关系的，没想到原来是大姐姐有关系。哦，他说以为那个管理员和这家人有关系，想不到有关系的是给回名字，司职没错，请你见谅。哦，这个是这样，应该继续找人聊天。咦，哇，真的好像电灯柱。电灯柱你好，这个不出声，外面下雨啊，外面是交叉，即系唔好出去，知道啦。真系令人舒服，唔使搞咁多嘢，冇咩特别嘢讲。调查怎么样？呢、這个都有一啲啲嘅，关于父母亲嘅，仲有想了解嘅事情，快啲终结，然后翻去。点解要唔中意我？点解咁憎我？吓、啊，阿主角喺度谂。司职跟住会找到啲咩呢？但我发觉管理员锁匙俾人攞走晒，咁梗系攞走晒，而家要随身携带。咩事？做咩？系对唔住，我呢间因为佢间房，所以佢会拧过嚟望住你。我睇下啫，睇下唔睇啫。我哋做咩事？点会无啦啦突然间想闯出嚟吓亲我？点啊，大哥哥，电灯柱吓咩事？你踩咗啲咩？虽然我递咗一条锁匙出嚟，呢个系后备锁匙，请随意。可以吗？
人哋俾得你应该可以嘅，跟住你明我嘅，佢呢个表情，但系系你明白我咁嘅表情，我自己觉得系吓、啊，多谢你啊！跟住佢就走咗啦，即系我哋而家可以周围探索噶咯，咁我可以入去，佢而家行翻去呢边，望住你唔出声，我咪可以入翻去。你唔系表示锁匙，我可以俾你入去咩？对唔住咯。我哋而家攞锁匙可以周围睇下，之前嗰个后面嗰个地方应该冇咩特别。你呢条锁匙会去边噶？系去？有三条有写嘅。哦，二楼嘅中间左边，三楼嘅左边。其实我哋之前已经去咗二楼嘅中间噶啦，好似同埋响右边都去咗，咁跟住三楼嘅左边，咁我哋嗰度睇到住，可以打开，咁打开睇下有啲咩，佢竟然俾得我哋。喂，呢间未嚟过，好多好多动物啦，有玩旧嘅玩具，唔知道点解令人怀念嘅感觉。放住儿童倾向嘅读本，放住儿童倾向嘅读本，有个。手作的毒管不可以到森林里面，不可以到森林里面去，因为紫手鬼很喜欢小孩，一个人留在森林的话会被吃掉，就算你不是一个人，紫手鬼都会来跟你做个约定，你和你的朋友们都一定会做到，一定会做出令大家悲伤痛苦的事情。为什么这么多鬼符的，那些是拼音来的，鬼怪才不存在呢，不可以开这个这玩笑、啊、就算大人们再怎样讲不存在，只要你是小孩，紫手鬼都会将你吃了，吓死靓仔了这本东西，所以绝对绝对不可以在森林里面去。哇，你看这东西好好邪恶啊，绘本创作，绘本衰学，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东西，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东西，你有些什么变态思想所以写这样的东西，最后画幅这么恐怖的东西。在很高的 台子上面放住了发出蓝白光的物件的樽，应该是那些夜光石，玩够了的玩具，周围都是玩够了的玩具。有些什么特别的，放住了电视机是没有开的，不过儿童室不可以吵闹、哦、大家要好好地使用、哦、但是你写，你怎么有本这么恐怖的绘本在这里，我觉得有点不应该在儿童室那里吓啲僆仔。你知不知道，原来之前的窿这么大个，不怪得可以放锁匙啦。小朋友其实不应该用大话去呃他，有什么事，那些什么讲大话甩大牙，那些根本就是没意思的东西。越压得越劲，个僆仔迟啲就会讲大话讲得越叻噶啦，好多闪闪嗰啲嘢。哎呀，睇先，亚座河村嘅事件嘅记住，以口耳相传为主嘅亚座河村，文献多多少少都有住一啲阴暗嘅往事，拆去嘅倾向。在其中被完整传下来的是一个有关于紫手鬼的传说，为了告解告成村民，近年来这个传说常被调整在文献之中。要讲什么呢，只是这个传说被留在文献之中，起因是过去发生在亚座河村的那件事。所谓的那件事，就是开始谣传亚座河村过去频频发生孩子失踪的事件。亚座河村在四周被山脉围绕的村，而孩子的失踪很多都是走了去山林之中，失去踪影的孩子几乎都没有回过来，即使是被发现都已经是尸体了。发生太过频密的事件，令到村里面到现在都禁止人们进入部分的山林的道路。但近年由于村落的发展，对于禁止进入山林这个传统质疑的声音亦都似乎增加了、哦、即是一直都是，即是真的很害怕的僆仔会不见那些，看来咦，这里也有的、哦、应该是同一个来的，是不是同一个来的，那不用亚座河村消失的历史。原来的亚座河村是一个古老的村，在山林里如同维世独
立咁样存在。村子里不但交通唔方便啦，来往嘅人亦都好少，几乎冇可以制作嘅产物啦，用农作物去支撑呢个村嘅生活嘅。再者，虽然有着以前进行过矿石买卖嘅足迹啊，因为而家嘅矿石亦都减少咗，所以冇办法进行啦，即系就系低产啊，就系废弃嘅村咯，可能会。因为呢度嘅矿石喺古时候被当作可以驱邪嘅用品嚟使用，主要系俾孩子们戴上嘅装饰物啦。之外，呢种矿石亦都有好多不可思议嘅传言啦。虽然系有被称为遗忘嘅石头，但没有相关嘅文献留低，系咪忘却啊？忘却啊，应该唔系遗忘噏错。所以其由来充满着重重嘅谜团。阿座河村的历史主要是依靠口耳相传，由于世代交替的缘故，可能一步步失去了古代的古老的传说和历史，但他现在的资料馆应该都可以 keep 得翻，是不是因为那时候的人就是因为口耳相传，所以才要有这间资料馆的存在呢？阿座河村的神官是神秘的一页。据说某县啦，阿座河村远古以嚟就常有被称为神官嘅呢个灵能嘅商人。关于神官嘅存在，亦只能在极度少数嘅文献当中确认到。虽然喺全国都会发现神官嘅存在，但喺呢个村里边，好似主要系要对执行祈祷嘅人先至会用呢个名去称呼对方。只系呢个村里边嘅神官，只有满足特定的条件的人才会被承认的。成为神官的人不只必须是成人，这个人的成长过程亦有被遮盖的倾向。我在想，刚刚我看完之后我起了鸡皮，因为我在想，那不是跟我们的女主角是差不多被遮盖的倾向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估的。现在神官在村里面的权力比起过去来说变得更少了，被认为消失的只是时间迟了的问题。此外，在管理村子的人当中，有着否定神官的存在，为了提升村长村子的形象而努力的人，以及用不安的心情看待经济发展的年长者，双方间的对立渐渐地浮现。即是因为你有神官在那里，有些神怪的东西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，应该有神官在那里就可以令到村更加吸引人，但是有吸引人，但是他没有其他赚到钱的东西，就那帮人就觉得有个神官在那里做什么？你有个神官在那里就不是搞到发展不到其他东西，因为要听神官话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好了，那我们读完，那我们现在我们上了三楼，应该没什么特别东西拿的，我相信应该不会拿漏东西。这个 game 其实很多地方都很明確的，攞嘢嗰啲位我自己覺得都算 OK。 睇下先，冇喎，三樓最左嗰邊好似呢度可以。第三間房，嘩，焦黑嘅房間好似燒著咗定發霧。放住好耐冇使用過嘅床，有一本日記。某年某月某日，我哋可愛嘅孫女朝氣勃勃咁樣朝气蓬勃咁样快快成长，即使见唔到面都爱住你。应该系阿爷嘅日记。孙女同呢个孩子嘅关系好好啊，这个孩子同孙女相处嘅时候，亦都会露出笑容。虽然呢个到底系咪一件好事，至今将会如何，都仲喺度讨论紧，但一定会变成一件好事嘅。我哋只系如此咁样祈祷着。某年某月某日，今日系呢啲孩子们定下约定嘅日子。呢个孩子而家却打算牺牲自己，我哋乜嘢都讲唔到，只系祈祷将佢断绝，只系祈祷将断绝。我哋咩都讲不了口，呢个点解？唔系无啦啦记起啲嘢。主角如果是纯黑色眼，应该是想起啲嘢或者类似。嘿，影像，点解会发生啲影像？去到边度？头好痛，差唔多系时候回到楼下啦。
哇！呢、這个字啊，唔识点读喎、啊。呢啲呢个点读？节节圆圆地，应该唔系咁读。雨持续咁样落住，好难啊！喺度啲字，好似收住一啲冇再使用嘅东西物件啊，冇嘢喺度，冇啲隐藏嘅嘢。咁我哋落翻楼下揾管理员或者揾学生妹，睇下会唔会有啲咩特别。因为佢好直接嘅，呢个位置都系听佢讲会比较好啲。诶，我哋好困扰啊！就咁样嘅立场而言，可唔可以继续让呢个村系唔可以令到村里边继续颓废落去嘅？吓、啊，咩事啊？发生咗？点解啲村民系村里边嘅人啊？呢啲仲系惹人讨厌嘅官员啊？老实讲，村里边冇参观者对嘛？我想已经没有令到他存在的价值在这里了。一个阿伯好像上教 KFC 那个不知道猫那样官员说，你是最明白的是吗？这个村里面来说无法成为重要的遗产，这里是村里面无法成为重要的遗产的。对村的发展来说，开辟山林是必要的，这一点这一栋资料馆的存在有点麻烦，令到人哋太唔相信山林后边有嘢啊！睇到你摊住唔出声，过去同而家唔同噶啦。近年都冇发生孩子嘅失踪事件啦，你唔觉得被以前嘅事束缚住系脱节嘅咩？纸修鬼又好，神官都好，都系装神弄鬼嘅故事啫嘛。咩事？就好似你呢啲咁嘅人啊，令到呢度更加冇人愿意接近啊！你吓我都冇用噶啦。我是卑鄙的什么，他写了一些东西，写了粗话在那里，什么笔记，真的只可以这样跟你说话。虽然你不打算回应这次的交涉，但在下次村子中的会议，我一定会获得拆除这里的集体决定书。我绝对不会被这里散乱着这些不科学的事实的。你如果没有好好地，你如果无需咁样变得更加阴森嘅话，就算搵唔到下一份工都唔关我的事啊！算啦，以你嘅立场，问题就喺前面。唔知声呢、這个主角点解搞啲咁嘅嘢？阿妹子话嚟到做咩？系你唔系左狗间先生嘅千金咩？咁系唔得噶，你唔可以一直沉住喺呢个地方噶，所以左狗间先生都唔同意呢个咁嘅提案。去死啦！死啊，老头！喺度闹鬼佢，跟住走咗，极嬲咗妹子。呢个系咩啊？真系冇礼貌呢，靓妹。下次我就去佢屋企好好咁抱怨一下，睇下佢阿爸点样闹鬼佢。我谂失礼嘅系你啊！你系边个啊？我未见过啲生面口嘅。住声，我系呢座资料馆过去嘅持有者。神奇敬一郎的孙女，孙女，神奇家竟然有血脉关系者，我就是了。只要我持有血脉关系者，关于这个资料馆的决定权，我也有决定权的，关于这个资料馆的权利。因此，请不要随意提出随你自己高兴的提案。似你这样的年轻人就是继承人，开玩笑。看你就知道是你都市的小孩，将这个豪宅交给村，这样对你是一个负担。当然买下来也是我其中一个选项之一。住声，你这么卑鄙的狗官，你请回吧。真的，我就是玩胆小鬼，可恨的传说，这些就好像鼻屎一样的东西，为什么就是不明白这一点？算啦，今天我先打到回府啦。你个卑鄙嘅女人，无啦，点解会有继承者喺度啊？挡住我做呢个发展大计，我明明可以升级做市长噶啦嘛。对唔住啊，擅自讲咗呢啲话出嚟，呢啲话唔系真心噶，所以我先生唔好介意啊。但系同做狗嫁妹妹一样，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就好嬲啦。啊，邓邓柱先生过嚟，我有啲明白，我都明白你啊吓。
你做乜无啦啦背脊对人，跟住炸咁啊？多谢你。吓、啊？唔使唔使在意。晚餐食唔食啊？嗯，咁我就唔客气啦。但系佢好似个厨房好窿喎，你搵佢做晚餐？呢、這个人咩？飞鹤先生做嘅菜肴都系黑炭嘅味道啊！但系全部都食完嘅话，下次请佢嚟等我嚟做饭啦。只鸟喐得咯，佢喺度洗碗啊，原来喺度，继续依然都系焦黑嘅。你嘅人鱼鳍、人鱼鳍、松鱼鳍样啊，一样都系黑色嘅。系啦，盘子咩系啦？盘子哦，攞翻只碟俾佢，从桌上攞翻只盘子收起嚟，俾你啦，你帮我洗埋佢啦。多谢惠顾。开心嘅表情，微笑，谂到冷漠嘅人都会微笑啊！点啊？又回忆到啲啊？呢个系咩回事啊？点解一种怀念嘅感觉嘅？又继续微笑，你唔好用啲咁嘅眼神。当第一下系微笑，第二下就唔系微笑啊！第二下有少少三级啊，唔该。啊，冇咩嘢，唔系啊？呢个，衰学先生。咩事？咩声？边个扮门？衰河老弟，你喺咪度啊？系我啊，望月啊！望月警官，唔使咁大力扮门嘅，我哋嚟紧，帮我开门啊！助救架喺唔喺度啊？应该系哦，故事消失咗，可能系咪咁样就入咗森林，所以我哋就会跟住入森林咧？故事发展系咪咁咧？就是这样了，坐狗间似乎都没回到家。今天又好像会持续落雨，这样下去的话再怎样讲都会很危险的。是的，但是是的，是从这里出去的嘛。虽然老弟不好意思，我想在豪宅周围和馆里面找一找，可不可以将一条锁匙借给我呢？嗯， OK 的，应该给你啦，去森林。真系对唔住，如果可以嘅话，希望你哋都可以帮手。点？如果有咩线索，请通知我。都几尽责喎，呢个咁嘅差人。至少佢即系唔失咗踪就即时，好似无奈就嚟食个晚饭咁。我必须都要去揾佢先至系。点啊？咩都唔好做。吓？点解要做啲咁冷酷无情嘅嘢？唔好，我要去揾佢，因为我都好担心佢啊！唔可以，点解啊？点解你要咁冷酷啊？但系我唔可能咩事都唔做嘅，即系点？咁就唔好进入森林啊！嗯，我会尽量嘅，唔系尽量系必须啊！知唔知啊？护身符俾咗啲咩我？得到咗颈链。這个嗰一日嘅颈链啊，讲起嚟呢一个村里边嘅夜光石好似系代表护身符嘅。多谢你。跟住我点？佢喺度苦恼紧咯，佢唔系，即系佢都应该系隐瞒，所以咁苦恼啲。咁我哋而家系咪真系可以出去啊？定系要喺村里边？甚至出门嘅话，哦，咁即系唔得啦。咁我哋要揾一揾相关嘅人，会唔会匿咗入房咧？又冇喎。嗰时会唔会揾到嘢咧？都冇。佢哋应该喺楼上。咁但系管理员做得咁快嘅，咁我点揾佢？后巷应该都唔得啦。原来系咯，果然锁住，唔系可以喺后边偷出嚟，唔使同人讲咪得咯。都好似好危险啊！而家嘅森林，咁我哋上翻去睇下夜光石呢个地方先，应该冇嘢，可以。跟住睇下先，咦，无啦啦开得到嘅，啱啱唔系开咗噶啦咩？呢度都冇嘢喺度，系啊，冇错，冇乜特别嘢。即系佢哋俾一条锁匙，我哋开啲特别嘅位，所以我哋要再开，系咪咁？即系呢位平，诶、欸，有剧情发生过嘢。
OK， 揾到你啦。咩事？咩声？点解无啦啦？哇！我突然间起鸡皮啊！呢度好恐怖。佢嗰种突然之间被发现嘅嗰种感觉，好邪恶嘅气息啊！我 feel 到。跟住点？好似上翻楼上。嘿，差人喺度，睇下先入埋呢度睇埋，会又发生啲咩？真系。仲记得约定吗？啊？咩约定？点解会每去到一个地方就好似会发生呢啲？哎呀，咁多咗下先。佢每去到一个地方都好似发生到一啲咁嘅事情。救命啊，警察叔叔！呢个人去咗边啊？究竟跑咗去？有咩发现啊？请话俾我知啊！跟住而家有几多选项咁半啦？关于左狗奸。对作狗奸嚟讲，做呢种事系家常便饭，所以有时都会由我嚟协助同埋保护嘅。作狗奸喺屋企嚟讲嘅环境都好复杂，喺学校方面点样讲好呢？好似唔系好顺利咁嘅样。总之今日嘅天气又唔系好好，如果唔喺呢个豪宅里面，咁会令人好担心，令人有啲担心就唔好好担心啦。啊，讲得都系啊。我早唔早啲揾到佢嘅话，虽然感觉佢好危险，但佢真系唔系坏孩子嚟嘅，果然系一个好差人啊！至少因为佢咁嘅性格，可能就令到阿左狗奸都其实都同佢 O K， 但系又惊佢，因为可能有啲管理佢嘅咁啊。关于衰行，因为我唔系呢个村里面长大嘅人啊，所以唔系好知道嘅情况。大约就好耐之前，就好似系呢度嘅管理员，好似系同。身在呢度嘅业主嘅老人家一齐生活嘅，吓同爷爷一齐生活。关于望月，有乜嘢特别发现嘅话，要通知我。冇嘢，关于埋呢个村，冇咩咩都冇嘅村，应该就系咁样噶啦。好耐之前，好似失踪嘅人数好多，但系唔知道系咪他人所为定系自杀，因为咁通往森林深处嘅道路亦都被封锁咗。所以村里面的人几乎都没去过森林的样子，有些令人毛骨悚然，要快点找到再狗间才行。 OK， 哇，我们间房都可以入，哇，好怕这里突然又发生那些预测不到的那些字，因为真的预测不到，我头一间房就没有，是打后那两间先的。可以你走唔甩噶！哇！熄咗电，停电，会唔会窗嗰度突然间闪住一啲嘢？往窗外看，外边正平静咁样下紧雨，停咗电喎。咁我哋应该出去睇下，遮四副先。好，咁个时间都差唔多啦，睇翻今日就暂时嚟到呢一度。咁停电之后会发生啲咩事咧？究竟边一个喺度系咁讲嘢咧？我都想知道。咁唔知啊，不过大家好啦，咁多谢你嘅收睇。如果中意嘅话，麻烦你俾个 like 或者订阅我啦。好啦，咁多位，拜拜。